113年6月20日11时23分许，在本辖关田区三块厝南181线3.5公里处发生一起重机车与预拌混凝土车交通事故，送信男子现役军人，出公差欲返回营区途中，骑乘重机车沿南181线行驶右转弯至肇事地点，不明原因自摔，滑至对向车道，与林姓男子驾驶之预拌混凝土车发生碰撞，经送柳营奇美医院治疗，双方驾驶无酒驾情事，详细肇事原因待厘清。麻豆警分局呼吁民众行经闪光号志路口时，请遵守知道车礼让干道车原则，需放慢速度停车再开，加大行车视线，随时注意左右来往车辆，以避免发生碰撞或突然刹车导致危险发生。